我要凉快一下。小轩，沾上风凉，把衣服穿上。快穿上！不穿不穿嘞！穿上就不穿。穿上！穿上！汗的时候吹冷风很容易感冒的，正好让我吸收黑暗能量。大家抓紧时间，距离药师节的开幕式只剩一个小时了。爸爸说，举办药师节是为了普及药师同源、顺应自然、调和自身平衡的理念。太好了，如果人类明白了这些道理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。你看，不错吧？用草本精灵们的形象做吉祥物可是我的主意。如果仔仔的充气偶能飞起来，那就完美了。别让他乱动啊！仔仔及时出手，才没让你们撞到一起。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比撞在一起还惨呢。我又在吸收黑暗能量，快去找李时珍爷爷帮忙。哎，跳！哎，玻璃钉，百草仙金。这孩子是因为出汗的时候吹了冷风，所以感冒了。我们快启动配伍法阵，赶走魔王吧！想要启动配伍法阵，还需要一味生姜精华。生姜？生姜是最常见的调味植物，是姜的新鲜根茎，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，具有解表散寒、温中止呕、化痰止咳的作用。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。草本仔，我们快去快回，找到生姜仔以后，还得回去参加药师节呢。可恶！如果人类通过药师节普及了健康理念，我就再也无法吸收到黑暗能量了。这次一定要成功阻止衍生，让我吸收到足够的能量，在药师节开幕前进化成功。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成功过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使用最后的手段了。你们没资格拒绝。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，吼吼哈嘿！哇，生姜仔好棒啊！眼瞎，看我的！哇，好险啊！生姜仔，快把衣服穿上，你出了那么多汗，被冷风吹到会感冒的。没事，我这么强壮。去！哇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生姜仔。什么情况？是恶魔术，魔王。
竟然动用了恶魔术，看来这是魔王最后的总攻了。恶魔术？恶魔术是我们精灵的天敌，它吞噬的精灵越多，就会变得越强大。敢在我的地盘上做坏事！回来，危险！住手！呦呦呦，又来一个送死的！居然敢小看我！砍锤！就这两下子也学人行侠仗义？糟了，可能是刚脱衣吹风感冒了，现在力气都变小了。把圣剑伞还给我们！还是先关心关心你们自己吧。看你们往哪儿跑！身上就相当于一个弹药库。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可以用它的果子炸它。我吸引他们，你去拿果子。好的，百草精华为我所用。玻璃灵草本精灵出击！让你看看这是起火的炮！不好，要爆炸了！快跑！如果不是因为我感冒乏力，一定不会被你吞掉的。圣江仔，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，希望你能把精华借给我，好启动配伍法阵。没问题。大家一起来助阵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伍。健康之源，波灵灵，天人合一。大王，他们以为干掉了恶魔术就赢了我吗？大王是不是被炸糊涂了？恶魔术的爆炸为我打开了通往人间的捷径，我可以直接去人间吸收黑暗能量了。爸，大王太厉害了，我们还没去过人类世界呢，这回可以大开眼界了。是啊，不过去人类世界需要大量黑暗能量，我们这就去收集能量。时间来不及了，你们四个就是最好的能量。以后出汗的时候不要急着脱衣服，不然又会感冒的。我记住了。钥匙节马上就要开幕了，你们也一起参加吧。太好了，正好向您多学习一些健康理念。今天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末日。
谢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药师节的开幕庆典。我们在6月13日这个特殊的日子相聚一堂，是为了让大家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未来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就是医生。这孩子趁我不注意，把冰箱里的冰西瓜都吃光了，然后就说胃痛，又怕冷，口水也变多了。这是因为经常食用冰冷的食物，导致了脾胃虚寒。那该怎么办啊？别急，薏苡仁具有减轻脾胃虚寒和口多唾涎的作用。魔魔，好文磊，快阻止他！魔王在利用人们的不健康行为习惯，大肆吸收黑暗能量。住手！我已经吸收到了足够的黑暗能量，终于进化成终极魔王了。今天参加药师节的人，谁都不想活着离开。好笨仔，快启动传送门！我的力飞草星星。竟然把我带回了百草仙境，那我就先将这里彻底毁灭。我在，你休想毁灭百草仙境。我已经进化成功了，还敢来送死？老笨仔，我们快帮忙！百草精华，为我所用。布丁丁，草本精灵出击！这么轻易就化解了？快走！想逃？你们不是要阻止我吗？药晶石还差最后一个薏苡仁精华才能升级，升级后我们也许会有获胜的机会。薏苡仁？薏苡仁是姜科植物薏苡的果实，具有温脾止泻、摄涎、暖肾、缩尿、固精的作用。你们快去！魔王这家伙不好对付呀。我来拖住魔王，你们快去寻找薏苡仁，他体内的精华十分强大，可以让药晶石升级。可是别可是了，我这般老骨头还撑得住。还不自己，你们快去。逃脱我的掌心，现在就靠你们两个臭小子了。真不该喝那么多冰水，害得我一直往茅房里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薏苡仁，薏苡仁，快进入配伍法阵，我们需要你的精华。一会儿再说，我还得进茅房呢。你先忍一忍嘛。小心！快启动配伍法阵！曹文仔，哈哈哈哈，药晶石在我手里了，现在你们凭什么和我斗？
坚持了，你们已经注定了失败。啊药晶石落到了魔王的手里，大家一起动手，把药晶石抢回来。甜甜成啤酒，怪味藿香剑。哼，一群不自量力的东西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也许可以利用这些陨石。大家跟我来！想逃走？哼，衍生，你一直和我作对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你如何毁灭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大家停下！我们停在这里会被陨石砸中的。没错，如果我们把握好时机，也可以让陨石砸中魔王。咱都明白了，大家保持镇定，不要抬头看。既然不想逃了，就乖乖的毁灭吧。快闪！齐心协力，一起启动配舞法阵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石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璃晶，天人合一。人类战胜病魔的决心还是不可战胜的。好的，伞何灵晶，草本精灵出击，让我们一起团结一心。看我的，怎么可能？让孩子们茁壮成长，让长辈延年益寿，一直是我们人类追求的美好愿望。希望通过今天，让人们懂得药食同源、顺应自然、调和自身平衡的伟大意义。我以后不用再为人类担心了，晚上也可以像普通老人一样去跳跳广场舞了。哎哎哎呦，我的腰！大家都很尊敬你的爸爸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在暗中做的努力。我们驱赶病魔又不是为了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，只要病人越来越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看到小朋友们都康复了，伞子也很开心。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搭档，是健康的守护神。